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！这回看那曹长久还有什么花招。哎，大哥，曹长久让抓了壮丁了。跟我抢食吃，哼，他呀挨枪子儿去吧。啊，胡参长真够意思，大清早就派了弟兄们把曹长久给抓走了。不是他姓胡的够意思，是咱手里的县大洋够意思。啊，只要咱给他塞足了钱。 他能让他爹去当壮丁，大哥算是把他们都看透了。哎，别净给我戴高帽子嘛，主意还是你拿的嘛。哎，大哥的事就是兄弟我的事，哪敢不给大哥尽心尽力呀？哎，对了，咱们还是商量商量青凤的事吧。啊，我看呐，还是不急。哎呦，我怎么能不急呢？ 这两手啊，抓不了热馒头，心急呀，吃不了热豆腐。大哥，这女人的心思我算是清楚了。一旦迷上一个男人的话，就算是昏了心了，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灰心转意的。不如再沉些日子吧。放出风去说。 他男人死了，他的心呐，也就慢慢的凉了。哎呀，这日子啊，也就像刮刀一样，一点一点的，把他那点情啊、意的，刮得干干净净的。到那时候，大哥，你再抬人的话，可是又得人又得心呐。你害怕他？ 不服服帖帖的，做你的压寨夫人。<笑>你呀，好吧，那就依你的，我再忍几天。别事了，长久大哥。 哎，别提了。前天上午，我去给别人杀猪，猪没给别人杀成，倒让他们拉成壮丁了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让人抓进来了？我带新媳妇回娘家，跟你一样，半道就让人给撞了。那嫂子呢？这些狗日的黄协军！ 县长，需要的壮丁已经凑齐了。这次皇军的命令是要我们补充兵员，不是抓民夫。绝不许含糊。是。全部进行身体检查，老弱病残者一律剔除，不许给我打马虎眼。一经查出，严惩不贷。是。你们皇协军和侦缉队。 要精诚合作，携起手来，严防壮丁脱逃。侦缉队没问题，那就要看皇协军的了。我们更没有问题，防备森严，固若金汤。只要没人在暗地里下绊子就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。目前战况紧急啊，日本人把城防的重任交给咱们。 万一有个失闪，怎么交代啊？啊！
所以咱们必须得把心思用在战场上，不要用在官场上、赌场上，还有情场上。站住！就给壮丁吃这个，你们谁敢火？谁敢火吃？是我。古代放赈舍粥有严格规定，粥要稠，插入筷子要立而不倒，要是倒了的话，这放赈官就得砍头示众。你瞪大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？是清水煮烂菜，你们家就是喂猪也不能这么喂法。他们都是壮丁，不是肉票，饿掉了膘怎么上战场？引起哗变谁负责？啊？壮丁的伙食费拨得不少吧？不少，钱都到哪儿去了？众宝私囊，胆大妄为，什么钱都敢往口袋里边装。来呀，给我拉出去，毙了！县长饶命！县长饶命！钱不是我贪污的，县长饶命！县长，县长饶命！都怪我平时管教不严，要罚就罚我。来，哟，先把他给我关起来。是。县长，就饶他这一次吧，我保证以后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再犯。治乱世用重典。侯队长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，逼宫戏别唱得太紧了。都给我闭嘴吧。侯队长说的也没错，好，下不为例。县长，你们冒着风雨雪亲自来检查，我侯某真是钦佩啊。黄歇君的这个军纪啊，这……县长，恕我直言，刚才在丑闻里，你为啥不枪毙我？哎呀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你想想，那八连长跟胡团长是磕头兄弟，杀了八连长就得罪了胡团长，胡团长朝里有人，奈何不得。何况这克扣军饷中饱私囊，八连长是个小头，胡团长才是大头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再说皇军突然撤离，兵力空虚，整个的城防重任就全在你们侦缉队和黄家军的身上。如果你们俩因为这事儿起了摩擦，甚至引起内讧，八路军在趁机攻入，我刘子谦可是吃罪不起呀。可黄歇军现在更是军纪涣散，民怨沸腾，克扣军饷是腐败成风，已无半点战斗力。真是不战自溃，还不整顿的话，边沿县城可是难保。你的话不无道理，可我现在是力不从心，无能为力，只能维持。啊，过一天算一天吧。德意法西斯已经战败，日本鬼子的末日也快到了。现在日军已撤出县城，正集结兵力，妄图做最后的挣扎。具体怎么干？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黄歇军的抓丁计划。小妹妹唱歌，浪走琴，狼牙患难之交恩爱深，哎呀哎呀。
呀，秀秀，你这歌简直唱的是太好了，一会儿把我唱到了天上，一会儿把我唱到了地下，一会儿在云里，一会儿又在雾里，唱的我这心呐，跟那猫抓的似的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王副官，别急嘛。今儿啊，我给你玩个新花样。什么新花样？坐。哎好。什么新花样？把嘴张开。哎好。咋样？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谁呀？是我，送夜宵的。进来吧。王副官，白小姐。吴老板。吴老板。哎呀，秀秀，这吴老板亲自给你送夜宵，你这面子可够大的。我哪有什么面子呀？人家是看你的面子。我，白小姐面子大，你王副官面子更大。谁不知道你在皇军和县长面前是红人儿？现在不巴结，等你高升了，怕是巴结不上喽。听见了吗？这吴老板的嘴呀，什么时候都跟抹了蜜似的。哎，我说的可是实话。这边沿城谁不知道你王副官？哎，说不说吧，反正上边啊有这意思。等胡团长一调走，这团长的位子，哼，可就是我王某人的喽。哟，那我得先借花献佛，敬您一杯。往后。还请你多关照啊！好说好说，我王某人就讲了个意思。我关照的人呢，多了。哎呦，你关照过谁呀？关照过谁？哎，远的不说，就说今天在大庙里头，那八连长因为克扣壮丁的伙食费，差点让县长给毙了。要不是我说情，哼，八连长那脑袋他早就搬家了。真的？不信你去问呐。是真的。听见了吧？王副官可是少有的人才呀。哟哟，您呐，就别紧巴结他了。有目共睹。这边沿城少了谁都行，唯独少不了你王副官。你还别哼，吴老板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这边沿城离了我，他还真不行。那你说说，等皇军一撤走。整个边沿城的城防就全部交给我们皇协军了。哎，这皇军好好的，咋要撤走了呢？好好的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是，现在战事吃紧，局面对皇军那是大大的不利呀。说是要去搞什么铁壁合围。我看呢，八成啊，要走麦城喽。不会吧？不会才怪呢。这不，从部队调动到重新布防，全耍我一个人。哎，兵源不足了，我还得去负责抓丁。忙得我呀，连撒泡热乎尿的时间都没有了。那你还有功夫上我这儿来？秀秀，我这不是忙里偷闲儿吗？指不定哪一会儿啊，哼，又有事儿喽。哦，王副官，冒问一句，
明天给城隍庙的弟兄们送多少饭呢？减半，按12个人的送。这帮家伙们都想图清闲，看人守庙当大爷，美死他们了。抽出来这一部分人呢，全去给我抓丁去。现在的壮丁难抓呀。按您的吩咐，明天送12个人的饭。哎呀，这些好解决啊，里里外外看得这么紧，凭咱哥俩根本就脱不了身。哎，要不咱们跟他的当官的说说，就说咱是亲哥俩，他们规定不是两丁抽烟，先出去，然后我再想办法出去。谢谢了，这些狗抓丁的都抓得红了眼了。你看，连老头都往里头抓，他还管你两抽一、三抽一。别着急，咱再想办法，啊。哟，王副官。辛苦辛苦，吴老板，我给弟兄们送晚饭来了。今天给弟兄们送点什么好吃的呀？哦，羊肉汤、杂干汤，外加芝麻烧饼、白馒头。好，哎，多给弟兄们盛点肉，少盛点汤，让大家呀吃实惠点啊。你放心，弟兄们都是我的老主顾了。我告诉你，说了你不信，我是做的赔本的买卖。得了吧，你什么时候哎赔过本儿啊？快进去吧，弟兄们呢，等着吃饭呢。走走走走走。嗯。哎，弟兄们，吃饭吃饭了啊！来，早上吃的。来来来来来，走。这么香。狗。他们大块吃肉，让咱们喝菜汤吃窝头。玩串哪吃不了拿着枪，非崩了这帮乌龟王八蛋。杀了他们全家，把刀给我，我是杀猪的，我打头人。兄弟们，咱要干就早动手，夜长耳朵，我看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啊。好。
弟兄们，生死有命，各有天定。我看，咱就动手吧。啊！来人了，死人了，有人得热病了，快来人啊！喊啥？空拳的壮丁居然给跑了，县长。壮丁暴动，肯定是八路干的。八路？嗯。胡探长，别什么事儿都往八路身上推呀。哼，我想，你应该好好检点一下自己。全城戒严，立即搜捕。是，搜遍全城，也要把他们找出来。注意。一定不许骚扰百姓。要想守住汴燕城，民心比壮丁更重要。明白。你是黄埔出身吧？黄埔六旗。那你就更应该懂得治军之道啊。慈不掌兵，要突出一个严字。严才能出战斗力，严才能得民心呐。是。饱了。哎，饱了。
吴老板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哎，外道了，都是中国人嘛，谁愿意看着自己的同胞兄弟被鬼子抓去当炮灰，杀咱中国人呢？分内的事儿。那我就不说谢了。吴老板，以后你要是有用得着我曹长久的地方，只管吭信儿啊。我走了。哎，去哪？回曹家沟。不行，外面肯定很乱，再等等。哎，也好。站住！哎，兄弟，你好啊！啊，干什么去啊？哎，出城去。出城也不挑个时候。啊，昨天夜里跑了壮丁，上峰有令，任何人都不许出城。哎呀，特别是男的。我出城有重要事儿。二位，咱们瞒上不瞒下啊，通融通融。行行行，那吴老板，今天可没得商量，百年不遇，让你给赶上了。别说是人，就是连只耗子也不能出去。那打道回府，咱聊什么事儿？吴老板，哟，侯队长，辛苦辛苦。啊，是这样。城隍庙弟兄的伙食我包了，得小心伺候着。正巧今天没肉了，想出城去买几只羊，您看这……那就吃素的。哦，啊，有您队长一句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好，走。站住！他是谁？伙计啊。我怎么没有见过？哦，是新来的，在后边干活。什么杀牛宰羊、拉车送货，全他。身上有血。哦，这溅上去的，杀牛宰羊，能不溅上血吗？你这人太不精干了，回去给我好好洗洗后吧。吴老板，黄金正在征兵扩军，找伙计找个上年纪的，年轻力壮的，都要去当兵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你先把问题给提起。壮丁闹了大动，连忙跑过来想对付一阵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我会尽快打通关节送你出城。哎，好。吴老板，我送送你。
秀秀，多亏了这个吴老板。哎呀，真是！开门！你快走一走。哎，好。快开门！来了来了。王副官。壮丁暴动，全跑了！哎，有人上你这儿来吗？外头这么乱，谁上我这儿来玩啊？我是说跑了的壮丁。没有没有啊，有了我还不报官？咋了？你不相信我？不相信你搜，我可告诉你，不相信我，以后别上我这儿来玩了。哎呀，行不行？这是例行公事。过场总得走走吧。我看你还是不相信我。失陪了。干什么都没有，到别处搜。都走了，走了。不行，我得走。哎呀，你走，你咋走啊？街上这么乱，你又是暴动的头，万一被他们抓住了，你还想活命不？啊？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，保佑昌九平安回来。嫂子，嫂子，六子，嫂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又咋了？厂里壮丁都暴动了，啥？都不好了，有的被打死了。那六子，啊，长久呢？不知道啊。嫂子。嫂子，咋办嘛？啊，六子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六子，你看，你能不能再进趟城里跑一趟？啊，打听长久的下落，好吗？啥？又让我去城里？嫂子，不是我不去，那城里跑了人，像炸了锅似的。黄协军能不到处乱抓人？我这一去，不是正好送到他们嘴里？这买不来粮食，反赔了口袋，这不划算。啊，还是求菩萨保佑吧！啊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我进城去。啊？啥？你进城？哎呀，你人生地不熟，两眼一摸黑。进城咋办呀？我呀，有一个办法。三十五。掌柜，你弟媳妇呢？别理。你找俺？进屋说吧。城里壮丁闹暴动，死了人。啥？有啥大惊小怪的？我问你，你城里那个表姐白秀秀住在哪儿？剪子巷，
你要干啥？你，我去找他，打听昌九的下落。不能让你去，应该俺去。你去。就你这副样子，他是俺男人，俺就去。哼，口气倒不小。路上遇见曹雷公，还不知道谁是你男人。好好伺候昌九，扫把星。秀秀，来。秀秀，咋样了？现在群城戒严，就是插上翅膀，也飞不出去啊。我实在是待不下去，不行，我说啥也得走。哎呀，你不想活了？我咋不想活？我是怕清凤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咋向你交代？我咋对得起清凤呢？你咋不听话呢，昌九？谁让你把清凤托付给我呢？你就那么在意他？秀秀，你咋能说这种话？是你让我娶的清凤，是你把她交给了我。把清凤娶过门的那天起，我就没把她当外人看，她就是我曹昌九的女人了。你说，我不能豁出性命去护着她吗？昌九，我心里是一团乱麻，有的时候真恨。嫁给你了，我以为这辈子就了却一桩心事，可是没想到，这心里就像扎了一把刀。昌九，女人这辈子能图啥呢？就图有个人能护着她，打心眼里爱着。说白了，就是图个好男人。可是我，把这一切都给了别人。秀秀，我知道你心里苦。可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曹昌九这一辈子也忘不了。从你离开曹家沟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嫁给我，因为我帮不了你，我也恨我自己。可是我不死心，每一次进城看你的时候，我都想带你走，可你不会跟我走。也许这就是命。你不知道啊，昌九。你不愿意娶清凤，我急。可是你愿意，我后悔。后悔了？是，我后悔。
能我这个人这辈子都没这个福分，没这个命了。慢慢的，心里也就平静了。有句老戏词唱得好：“世间何处没有花？”人这一辈子，要找到一个不爱钱、不爱官、心里坦荡、敢爱敢恨的人。特别是我这样的一个人，别人看不出我有多少苦处，没有哪个男人愿意为我想，真心对我好。可是我从你身上看到了，长久，你也知道，咱俩这辈子。事情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你是真心对我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Thank you.